所以咱修学佛法爱学习保持正念，就是心恭敬的合掌，意恭敬的清念圣号，意恭敬的观想圣容。不断地如此立心练习，让我们的心具备强大的修行力量。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在中国佛教分别代表两个不同修行法门，
内心愿意给予，而有分享、布施等行为。二，是放下对仇敌怨恨、对亲友贪爱的分别执着，而平等待之，常称为平等舍。二，这种舍不是抛弃，无感觉，漠不关心，而是不会排斥讨厌的或抓取喜欢的对象，完全接受事物的本然。舍的重要。一，修学平等舍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修习慈心、悲心、喜心，是希望众生快乐，没有痛苦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还是有怨、亲、自、他、得、失的概念。二，对于讨厌的所缘，我们很难升起善心，这贪嗔所引发的分别心，把我们系缚在生死轮回里，不得解脱。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一切众生。一，对于自己所爱的，包括喜欢的人与宠物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执着与可爱，但是这样的情执不是真爱。我们必须努力培养不执着与平衡的态度，来对待所爱的人与宠物。二，真爱必须留有空间，双方必须保持平衡，而对方必须有他的自由，这就是舍。走绳索的人，一般而言，我们不是被可爱迷人的所缘所俘虏，就是在对抗厌恶不悦的所缘
给捣乱。这两个情绪会使我们误以为享乐是真正的快乐，受苦是真正的伤害。二，当我们缺少持心平等、不执着的稳定能力时，便是走上以可爱及嗔恚为两端的绳索，非常容易掉入恶道深渊，再怎么小心也没用。法句经有一颂说，时间如国王华丽的车乘，愚痴的人沉溺其中，有智慧的人则不会执着。意思是说，一切事物终归无常，它不久后会破损毁坏，没有人能永远拥有任何东西。将物质东西视为无常，有助于减少执着，所以面对喜爱之物，要常常对自己说：这东西不会跟着我到永远，我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它而已。培养舍心。一，要发展舍心，必须舍弃我的、自我的想法。首先，从容易远离的事物着手，渐渐地不执着自己深深贪爱之物。放下我的或我所有的想法，能不费力自然升起，而不受个人喜怒哀乐、偏颇执着的限制，舍就会常住心中。人际关系的无常。一，轮回里父变为子，母变为妻，怨敌变为朋友，关系永远在改变，
在生生死死大海，没有什么事是一定的，更何况是人际关系的无常。朋友、敌人和陌生人，这三种对境都是无定的。因此，认识无常的真意后，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贪着朋友或怨恨敌人，更不会花费时间、精神去经营人脉、名望、地位。一体，与众生一体。一，现在我们常听到我与众生一体，倒不是出于宗教之间的主张，而是来自国际环保素食运动的呼吁。因为今日的科学不断地发现，这世间的人事物所组织变化呈现都是相互依存，每个个体对于整体都是不可不缺，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个人与万物休戚与共，因此必须利他，才能利己。蝴蝶效应。一，美国科学家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，说明在一系统下，刚开始发生的动作十分微小，经过不断变化、连结及影响，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巨大变化。意思是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众生都有能力影响其他生命，我们一举一动都与世界息息相关，千万不要小看个人的力量。要记住，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，一根火柴可以烧尽一片森林。我们要互真互爱。一行禅师说，万物互相依存的道理
不是某种脱离人类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哲学游戏。借由关照世间所有现象互相依存的道理，修行者了知众生是一体无分的，因而他的内心充盈对万物的悲悯。从众生看到自己。一，曾经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能够行各种善业而不以为苦？我回答说，当你能够从贫苦无依的人、作恶的囚犯、在医院呻吟的病人，以及在市场里待宰的鸡、鸭、鱼，看到你自己，你自然就会涌出想要帮助他们的动力。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一，从佛性、心绪、缘起、空性四个教门来看，我与众生原本就是一体，同一生命体。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？原因是无明和业力把我们分开。二，如果知道任何人彼此之间不是分开的，我们就能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，并能分担他们的痛苦，同时感受到彼此一体、互相关联的喜悦。因此，我们要珍惜、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
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传真0398987870398987，0398987870398987。新逢晒金节，明净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。时间7月11日星期四下午1点半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观音祈福法会，恭送大乘妙法莲华经，消灾超荐，点灯供水，药供甘露施食，佛前大供，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日期7月20日星期六至7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陀教法智慧小故事。有一天大清早，比丘沙弥帝至河边沐浴，沐浴毕正等待身体干时，一位天女现身说：比丘啊，您是如此青春年少，为何在黄金年华时就出家呢？怎么不先好好享受一下青春呢？天女啊，我是很快乐的，我依着佛陀的教导修行，快乐地活在当下，追逐红尘中的财色名食睡等五欲，并无法永久快乐。我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正念，体验到了深刻的平和、自在和喜悦。慧智守道圣，终不畏放逸，不贪至欢喜，从事得道乐。